我等会给你看张照片，完全不是我，现在来跟鬼一样。没有，就吃饭的时候。怎么还不关灯啊？那你最近充满了焦虑，心想死了，太久没上班。孙子，爹爹，是不是等人心切啊？我跟孙子讲好，今朝的雷声老回来，奶奶，我现在没回来。孙子啊，这几天你带来府上人事，为母早已猜测你的心。来生年轻有志气，我早想提起这门亲。只因他为妻日出去当兵，婚姻两字没决定，时隔三年今为止，为母心里真高兴，欲把此事重提起，不知你是否会答应。女儿婚事由爹爹主持。那就好，待等来生为家主，我定要再提这悠悠来护妻。今朝啊，我要亲张罗为了两个人接风洗尘。爹爹，我陪侬一道去。好。
把我好受。怕只怕老师师妹的凶心啊，悲痛悲愤，婶子，来生，婶子，来生，侬回来了，回来了。哎，我姑姑呢？姑姑呢？来生啊，来生，来生，侬回来了。老师，哦，好好好好好好，抗战胜利了，总算又相见了。哎，那师兄呢？哪姑姑呢？伊没得侬一道回来？伊哪能了？老师，这个是师兄不难的最后一封信，他抗日杀敌不从伤。
是下这份衣裳，知恩图报，我不为辜负你老师这份情。师兄他身体托付我，侍奉爷老。我为情下心，他若老是不义气，我愿把你当作生身老母亲。来生啊，难为侬一片孝心，可是我师妹。我快被老师回房歇歇吧，来。
水里。那颗孤星弄困了吧，甚至那姑姑要我你早日成婚。姑姑的心中讲要侬爹爹伊已经等了我的婚事，甚至让我们共同来撑起这个家。可是我，可是啥？那里美丽娘，不好人家怎能得上？姑娘心头只有羞愧，把人冷得难。纵使你亲有爸爸，真为你弄吵架吵。你好心安慰我明白，可是我依旧孤立，甚至啊，姑娘想哎，岁月轻，步履彷徨的应当，我陪你。他里谁我好，我为
色一无是家不为你平心里没有高堂你今生下手今生家本里有来就去我愿把无何事再来得到与你一同侍奉老师张妈，太太，少爷就要回来了，伊个房间打扫干净了吗？太太放心，我早就打扫干净了。翠儿呢？翠儿去买东西了，太太要把布置向我来递。姑妈，今朝就让我来替侬上香。好的。姑妈，表哥新郎讲今朝回来，我特地去摘了点花，侬看。好看吧？哎呀，真好看呀、啊！我啊，他弄出去嘞。好的。我要求菩萨保佑我的儿子平安归来。怪不得昨夜灯火比宝宝，今朝喜彩喳喳叫。原来是表哥真的要回来了。沈云啊，一趟拿表哥回来，侬要等我好好的照顾伊啊。姑妈，侬放心，我一定会得照顾好表哥啊。哎，沈云啊，侬哪能哭了？姑妈，表哥这次回来，侬肯定要同意张罗婚事。我啊，想起自家的身世了。沈云啊，
侬平时对我迭能个孝顺，姑妈只有侬迭能一个亲侄女。侬放心，侬个婚事，姑妈亲自得侬张罗。是真啊？嗯，姑妈。我从小失去我母亲。再不结婚，青春已孤勇不悔，怎能对我一终生？姑妈，要是我结婚打疼，姑妈你的拉门是人门。无人朝夕陪伴你，无人替你家门门，我也再三考虑过，抱定终止不答应。要是姑妈不答应，我情愿设法为你砸空门。青灯啊！我要把心事透，你的婚事我早思成，等你表哥回出门，我要娶她早成婚。表兄表妹亲上亲，我要侬早点进我门，为师不留俺娘的几家家财报得稳。哎呀，姑妈，我真是不是心上。可是表哥伊，侬放心，既家由我做主，讲我算数。姑妈，侬对我真好。太太，侬可以侍奉我。表妹，这个三年真是辛苦侬了。表哥。这个三年侬蹲了外面已经吃了不少的苦头。是啊是啊，来儿啊，来蹲了姆妈身边，拿外面的事体讲拨我听听。好，来来来来，哎，姑妈姑妈，我的事体呢？我哦哟，侬放心，我会得伊讲的。啊，表哥，侬跟姑妈聊聊，我去烧点心。好，姑妈，三年过去了。表妹伊真是大变样了啊。是啊，老姑讲毛头姑娘十八变，临时上轿还要变三变。来儿啊，多谢老姑三年真，为娘要了却一场大心事。马子成龙红纱金银，芝麻粗茶菜，你能保持？你的年纪已不小，
亲姨有孩子是应该生家里面早结婚，娘妈妈早地包生子。妈，这不像是高树林，我真想与你商量这件事。妈，你老许照顾我，你打扫的去去，放在我一同得把亲姑名，是吧？我看得懂吗？我与他早就相识心相知。哎呦，好好好好好。他有情来我有情，这就母亲当你来做主，你是几块中最最好，真是一桩大喜事，马上给个好日子。婚前你早不你你真是一个大小子。妈，侬认得伊啊？天天见面，侬个表妹，我哪能会得不认得呢？哎，妈，妈妈妈，侬搞错了啊！我娶个不是表妹受孕，是我同窗好友道生子。啥人？沈志，侬选谁啊？受孕有啥个不好啊？哎呀妈，我又没讲表妹不好了。那侬为啥不同意呢？妈，这个是我的婚姻大事，我总要娶一个我欢喜的人才对。侬总要为我终身的幸福设想啊！侬哪能不为我想想？哪能不为受孕想想？哪能不为全家的祖宗想想？告诉侬。要我答应，好比登天。妈，既然如此，我只能……侬想哪能？离家出走去人质，甘当一个不孝之子。侬滚！既然侬不答应我娶人质，那我走了。哎，来来来来来来，我答应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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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新娘子啊，这杯酒侬一定要喝啊！没了，新娘子啊，我的杯酒侬一定要喝个、啊。哎，要个要个，要个嘛！那看啊，十张公公也来闹新房了。哈哈哈！几个十张公公？哎呀，好热闹啊！望城南丹桂开，丹桂开，月里上我回来，我回来。龙凤花烛照双眼，照双眼。香风飘送凤凰台，凤凰台。天赐良女生。沈家娥，沈家娥，把你沈娘呼进来。表嫂，这位是母女所长公公齐老太爷，齐姑。所长公公，好好好，表嫂，所长公公亲自来喝侬的喜酒，侬的面子啊，比玉台面还要大哎。所长公公，啊，今朝是大喜之日，要看侬的了。好好好，三年没大笑，侬就来。好，我啊要敬新娘子一杯酒。哎，这杯酒是有名目啊。啥个名目啊？叫十月好，老祖孝。新娘子啊，恭祝侬白头到老，美满姻缘。十三公公，我真的不会得喝的。哎呀，这点面子总归要拨的了。对对对。哎呀，这哪能只喝一小口啦？应当干杯。对对对对，要干杯，要干杯。哪能了？所长公公敬表嫂酒，表嫂不肯喝，为难酒杯打翻了地上。哦，所长公公，失礼了，失礼了。哦，来来来，我来替臣子陪侬喝两杯。来生啊，来生。我是进士门中所长。世人不知我的身亡，当初以母亲嫁到季家，是我一手包办官账。我是进士门中挖了那个最老祖宗，偏偏新娘对我不肯买账，哼，小家娃妻毫无教养。乡妻女正等大雅之堂，大雅之堂。哎呀，所长公公息怒，所长公公息怒，所长公公息怒。季家新房，侬等我好好管教管教伊。嗯嗯，这个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所长？哎呀，所长公公，所好了好了，今朝啊，侬就是再摆十六碗菜桌酒。啊，难消我心中之怒，走！哎，所长公公息怒，所长，谁怪侬讨了点那个好心？哎呀，姑妈，快点快点！少爷，酒杯真的不是少夫人打翻的。刚刚我看到表小姐手里那一摊酒杯子。好，这，侬先下去陪太太吧。来生真的不是我，甚至今早侬受委屈了。
想不到新婚之夜起风波，被人告了好心情，无辜是你受委屈为什么、哦、每分抱起心分离，大气量你想不到，此地备好少夫人吧。是。少夫人，侬不要太难过了。少夫人，你新婚之夜受欺侮，缠让我旁观气不过。府中人杀是非多，你觉得啥地不清楚？我好心好意提醒侬，防你自心不可。
府中只有两人有权势，一个小来一个大，小弟已经领教过，老弟是喜怒让你动怒，你千万不要去冲撞，否则你家庭难过。少夫人，侬到现在还没吃过么子，我到里向去，等侬拿眼点心来啊。起来！哎呦，姑妈！哎呦，姑妈，侬不要生气哦！来来来，哼！你莫我说啥，为家闺，不识抬举欺诈辈。张少得太寒酸，亲戚暗暗多皱眉，我真是做了啥个孽，错配婚姻，几家倒了霉。从此以后，侬要遵循几家的家规，替我取下来。表嫂，侬快点取下来，听家规。第一，要孝敬长辈，不得随便顶嘴。第二，规劝丈夫是侬的职责，不得违背。第三，几家有的是善良，从今朝起不必出去告示，只要违抗，立刻说出几家大。门！天呀，第二是家规。门开了的，门开了的，门开了的，门开了的。
哈。秋去冬来也有年，甚至他生了小两姨，几家从此一相逢，不为家财。难见面，哼！好好让我出出这口气。哦哦，表妹，两姨为啥哭？哼，可是小人哪能会得不哭的啦？哦，是不是冷了？哎呦，这小声暖乎乎的，是不是饿了？刚刚吃过奶。表妹，让我抱抱伊好吗？哎，表嫂。侬不怕坏了家规？我自家亲生儿子，为啥不让抱？我啊，是怕哭嘛，会得不开心啊！哎呦呦，我呢啊，去看奶奶去啊！妹，哎呦，乖奶真乖，表妹。地方去，我要去看两姨。哎呀，少夫人，侬去不得啊！侬要是去了以后，老太太一定会得怪罪侬的。我自家亲生儿子，为啥不让我去看？哎呀，少夫人，少夫人，侬还是认一认吧。其实表小姐对侬一直没安啥个好心。本来老太太已经答应表小姐了，等少爷回来以后，为他俩举办婚事。偏偏少爷不同意，一定要与侬结为夫妻。表小姐，
心情很失落了，所以挑出老太太来应酬侬。幸亏侬生了小少爷，不。侬辣讲啥？老太太，我没讲啥。没讲啥？没讲啥。侬还没讲啥？小区下头，这些全部算账。母亲，侬请坐。表妹，侬请坐。侬也坐啊。母亲，有啥事体伐？啊，表嫂，此地有侬一封信，是侬娘家寄来的。谢了，表妹。信上讲点啥？母亲病重，要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可是来生今朝正好要回来。来生今朝要回来？表嫂，表哥没啥病给侬啊？没，我也是刚刚晓得的。来生外出办事已经三个月了，今朝要回来，那夫妻团聚，难道侬？可是我母亲病得不轻啊，这封信还是有人代笔啊。来生是我的儿子，侬是伊的妻子，伊难得回来，侬要多多照应。可是我放心不下我母亲，母亲，侬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请体谅心我一片孝心。要是我不答应呢？那我只能得罪母亲了。翠儿，快去帮我淋衣裳。翠儿，翠儿，我也要去找到新宿舍。好，翠儿，翠儿，翠儿，老太太叫侬。翠儿，老太太，我等来此地，我还要帮少夫人淋衣裳嘞。小丫头，侬真是目中无人。出啥事体了？少夫人母亲病重，想回去看看老太太，不同意，两个人争了起来，伊拉一口气又出了门上去。这，侬先下去吧，啊。表哥，侬回来啦。妈，谁管侬？啊，等我讨了给侬个好媳妇。哎呀，我心思出了啥个孽啊？讨了你那个媳妇啊！有我好好讲嘛！哎呀，姑姑啊！大妈，哎呀，华北太太回房休息。老头子啊，侬哪能不带我一道去啊？表哥，侬快过来烤烤火吧。表妹，到底出了啥个事体啊？表哥，本来是桩小事情，表嫂她非要闹得家中不太平，寡人三月无家丁，不管不问太无情。我不是写了两封信给伊了吗？哦，大概是认识了吧。今天他家客，母亲真有病，来日再客回家迎。明知你今朝要回来，再三劝阻不肯听，他还与翠儿风言风语，背而你冷我。叫我亲儿珍重你，
表妹，甚至也不会给人的，一定是事出有因。表妹，侬就不要再生气了啊！表哥，侬不晓得，我为了表嫂一直受委屈啊！表哥，哦，我快哪去？小子，小子。婶婶，婶婶，侬听我讲什么？侬听我讲什么？侬还有啥好讲的？你自己做事是对的。在心里我看清桑，自从我家当起家门，多人是你我时光，阴森森冷冰冰，冷眼恶女吃胸膛，新婚之夜唱绣绒，五姑娘我归厅堂，黄大家官是家属。王娃出身无门无子娘，后门生生是海，你娘家也不许有来往，你出门三月无音音信，回家也不带我来看，一起起一张张让我背个心思量，今朝有几你们俩让我梦想头上，几你俩本要做夫妻，我的父母心，我是一片痴迷你是谁，天生来美太理想，此刻我一阵忘了梦一心，我要彻底离开这自梦想，从此不进几家门，从此不再有来往，两一趟人几家跟人流浪大山走四方，心事到家上来无奈，只能留在你们身旁，待遇孩子长大绝不想你，一杯婶子，少夫人，我带我一道走吧。表小姐，与老太太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此地，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少夫人，彩儿，求求你了。彩儿。侬快起来哦，去叫车子，母女一道走啊！婶子，婶子，侬不能走啊！婶子，我不能没侬，两姨更不能没侬，侬总要让我假设清桑再走吧？太是了，婶子，来儿，来儿，侬要到啥地方去啊？妈，我去追婶子。侬滚！妈，姑妈，妈，姑妈，自家走了，会带走一个丫头，有本事，永远不要回来了。姑妈，姑妈，侬不要生气哦。表嫂也许是一时想不开。哎，过几天叫表哥拿伊接回来。表哥，侬讲对伐？那就不要再唱丧望了。侬哪能迭能等我讲话啊？妈，你们为何如此逼迫他？
要回去看望病重的母亲爷不娘。即使我当年执意娶了她，你们也不能如此忘在心上。自家哪能有侬迭能个不孝之子啊？少爷，这位先生寻侬。哦，请问侬是季来生先生吗？哦，是的，来，请。啊，我是铁路警察局的。曾夫人是不是叫道人子？是的，这个是一个行里，我一个血印啊，箱子里有一张照片。吴侬的名片，出啥个事体了？今朝午后4:38，两辆一次列车正辣辣开出，曾夫人不幸跌入铁轨，血流模糊，当场死亡。啊！我是奉命来通知家属的，还请季先生节哀审笔。审子，审子啊！真不争气呀！哦，囡囡啊，侬不要哭了呀！哎呀，侬不要哭了呀！姑娘啊，哪能又哭个不停啊？妈，因为我抱牢伊，不停的走过来走过去，这个我哪能吃得消啦？哎呦，囡囡啊！来来来，我来抱抱伊。奶奶抱侬啊！乖囡，哎呦，侬看啊，侪擦湿脱嘞！张妈，哎。我去叫奶娘调师傅。啊啊！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哦哦哦！周云啊，
兰儿哪能今朝辣辣屋里呀？哦，伊讲要等一个人。等啥人？我不晓得，我可不敢问伊。兰婶的脾气不比从前了。妈，侬好像有啥个心事？人老了，哪能会得没心事呢？唉。人生在世重要事，我的就生不上西天，趁我还活在这世界上，有一桩心事要提一提。全家祖宗有几得，地里财产会有一些，两姨算是几千生。总是全家不长生，侬不要忘记。妈，你在干啥？十元七块不要紧，莫娘来生生生意。妈，侬讲对伐？前两天我碰着叔长公公，也得伊提起迭桩事体。叔长公公哪能讲？伊讲。梁姨和伊个妹妹都是兰婶的后女，将来家当年一天做五，各人一半。妈，葛么，叔长公公答应了吗？伊讲，你几家的祖宗祖上从来没迭种章程的，男女有别，应当三催。三催。妈。那侬的意思呢？我想着重点，四六，四六，否则侬要吃亏的。哎呦，妈，我看啊，还是不要分嘞。不分好，我是不放心的。周云啊，侬去帮我把兰婶叫来。哼，就欺负我养了个囡恩。妈，来啊！侬寻我啊！来来，妈想叫侬等我写一份遗嘱。妈，侬写遗嘱做啥？我有一个孙子，现在又有一个孙女，孙子孙女侪是我的心头肉。我想把家产分成四六，孙女四，孙子六，侬看哪能啊？妈，这桩事体就不用提了。后生啊，是有后生的福啊！迭桩事体就迭能定了，我只不过等侬讲一声。兰儿啊，侬还没忘记伊啊？我一辈子也忘记不脱。侬迭能做，对愁云太不公平了。妈，迭个得愁云。没关系的。现在伊还是侬的妻子，侬哪能可以迭能做呢？妈，哎呀，妈，今朝我要告诉侬桩事体。啥个事体呀？我辣工厂里很忙，梁姨也缺少照顾，我怕伊学业荒废，所以帮伊请个家庭教师，今朝就要来了。请家庭教师做啥？迭个得侬没关系。妈，侬看呀，伊对我老是迭种态度。愁云啊，我只有兰婶迭能一个儿子，
来生只有两姨才能一个儿子，伊要请家庭教师，就让伊去吧。哦，少爷，有一个姓王的夫人要见侬。好，有请。请。我是应聘来的家庭教师王有来。王老师，侬好。侬好。我叫季来生。季先生，侬好。这位是我母亲。季姑伯母，不敢当啊！我来等侬介绍，这个是我的心腹，那认得认得。少夫人，尹薇。陈云啊。吩咐地下人拿王小姐的行李搬到书房去啊！来啊！来啊！侬去拿梁姨叫来。好。王小姐啊，看侬彬彬有礼。一定是大户人家有教养的小姐啊！我是家庭教师王有来，王有来，那我就叫侬有来夫人吧。夫人，侬请坐。我孙子今后学业，就要靠侬多费心了。请伯母放心，我虽然在所不辞，但是我会好好照顾好伊的。实不相瞒，我的孙子是我们季家唯一的继承人，侬要像自家亲生一样的对待伊。请伯母放心，我会尽心尽力的。奶奶、啊、呀，我孙子来了！奶奶，孙子、啊，哎呀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来看，这个就是王老师。梁姨，见过王老师。王老师好，侬就是季良姨。星光飘零梅花几家不解愁伤，十年相思客。为何他眼中有你愁情伤？为何他对着梁姨心端详？看他使人下色，却又迷着陌生。梁姨，侬今年十二岁了。耶，老师，侬哪能晓得我十二岁啊？我啊，是随便猜猜的。梁姨，侬喜欢读书吗？喜欢啊。好，那侬今朝开始，老师啊，天天教侬读书。好啊，好啊，老师，侬现在就去教我读书。梁姨，不许点头，要听老师的闲话，好。奶奶，老师伊住了啥地方？我要和老师住了一道。哎哎哎，这个哪能可以啊？不要，我就要和老师住了一道。哎哎，我和老师住了一道嘛。这个没关系啊。这个是我们季家自家的规矩。梁姨啊，我们现在陪王老师到书房去。好啊，老师，我现在就领侬去。走。哪不要高兴得太
走。
Thank you.
娘子。老师，我想我的妈妈了，要是我妈妈为我杀，我是不会舍得等啊哭了。
一声叫在身边，常为他度念。好好保护侬啊！哦，爷，哪来做啥？夫人，迭能晚了，侬有啥事体伐？王老师，我是来叫梁姨回去困觉的。梁姨，跟妈妈困觉去。少夫人，今朝夜里，梁姨啊，在了此地同我一道休息了。嘿，王老师，侬迭能做？恐怕我的婆婆会不开心啊！我相信啊，难得一次，大婆婆啊一定会理解的。那好吧，梁姨就告别侬了。老师，梁姨，老师啊，咱就外面去休息啊。嗯。梁姨，梁姨，侬哪能了？侬快醒醒呀！梁姨，快醒醒呀！来人啊！梁姨，
两人突然间得了重病，气得我锐利利焦虑担心，前后悔背后悔，难尽生闷，多怪我早来急呀人的臣子啊，我愧对你，你恨我莫负我给你。得啥毛病了？季先生，林郎的症状来势汹汹，非同寻常。近来有没有碰到啥个意外的事体？没呀。哦，那为啥有介严重的脑震荡呢？啊，脑震荡！我发现伊个后脑有肿块，好像是被啥个东西重重敲击致重伤啊！敲击致重伤！我已经拨伊服用了镇静剂，季先生。林郎的症状难以预料，要提防病情恶化，造成生命危险啊！这个药等伊醒了以后备吃。好，我先走了。夏夏，医生，医生，走好。夏夏，走好，走好，医生，走好，走好。哎呀，梁姨啊，我宝贝啊！梁姨。见他们七七四女将我丢，好比是笑了喷喷上心头，这普通草是发凉意再开口，说是一不做来二不休。季先生，我有话要同侬讲。王老师，那侬讲吧。梁一鸣是被你打出来的。啊？啥人？侬的夫人沈云。侬。
哪能晓得个？是梁姨亲口告诉我的。想不到愁云如此狠心呐，想不到梁有隐痛不敢讲。先生，我真不明白，侬夫人为啥对一个亲生儿子对恁个狠心？王老师，此日杀来我台上，梁姨是我贤妻生，贤妻名叫陶仁子，十年之里恩义身亡。从我讲来，只因几家太埋他，只因我家未曾高亲上，他与我一比要美，愁云早有情，我是有口难辩十余王。他一气之下离家门，不因错误名上亡。从此我悔恨深马心，十年来我从未见他妈，我亏待臣子一辈子，也对不起他的母亲，我的好师长。为了小娘姨，慕名来违抗，再娶我表妹，无奈上婚房。十指望我儿在家有照料，谁知他不闻不问丢一旁。我在家悲剧气恼多，所以常年是公差。我对梁姨关心少，还得往其他寄望，请来侬家教王老师照顾梁姨心难帮。谁知他竟然出手如此狠，打梁姨重伤。对我屋里个事体了如指掌，侬眼大无光。那侬是我才是西区的道生子。哈，生子，生子啊！
几个字？是啊，是可怜的丑儿。甚至我对不起侬啊！当初我得到侬不应的消息，我马上赶到医院，可是侬血肉模糊，无法相认。甚至侬为啥要骗我？侬已经死了呢？我想让侬死了这条心。甚至我现在已经没理由，请侬原谅了。现在是看好两爷毛病最重要了。对。我要把此地发生的一切告诉我母亲。妈妈是啥？妈妈没啥，我来看看两爷好点了没？侬身体在啥？没啥，没啥，让我看看。这个是我屋里，用不着侬来管我。清河家，侬想到是两亿？哦，那个狠毒的女人，侬。我当初瞎了眼睛看错人，侬就原谅原谅我这个老太婆吧。伯母，伯母，不好啦，不好啦！太太，宋阳，宋奶奶跳井自杀啦！就让伊的能儿去吧。妈妈。妈妈，两姨，两姨啊，两姨，来，奶奶，奶奶，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侬看，这个就是侬的妈妈。不，你是我王老师，我的妈妈早就死了。侬的妈妈没死，侬看，伊啊，就是侬的亲妈妈。妈妈。妈妈，阿姨。